SpeXial 男男恋曝光，腐女暴动了。美剧和丰田上演男男海苔味十九，图八大，2018年4月10日。SpeXial 韦晋和丰田日前采访泰国 BL 剧《一年生二》主要演员群，两位更将剧中令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桥段搬上台面，还追加嘴巴喂食海苔秀，画面充满 BL 的浪漫氛围。但嚼住海苔的丰田竟自嘲：“我好像草泥马啊！”话一出，笑翻众人。该剧备受瞩目的 Chris 和 Cinto 在接受专访时也大方合体表演，仅靠眼神交流和肢体接触就能传达出把心交给对方的态势，深情撩人绝技。而韦晋因久闻演员们演技一流，还个个武功高强，所以特别在采访前私下练了一段韩国女团 Twice 的 SHE UP，想极助难得的碰面机会，和泰国小鲜肉比判武艺。一年生二主要演员群，图八大，2018年4月10日。Fiat 在录影空档时，不经意发现韦晋和丰田明明坐住却高人一等，于是临时起意邀请他们起身，想比较一下三人的身高差距。没想到韦晋和丰田一站起来，让身高170公分的 Fiat 瞬间变得娇小，他开玩笑跌坐在地上，受到惊吓的情绪意外成为采访过程中的有趣插曲。娱乐百分百今晚6:08大播出。一年生二演员群接受专访，图八大，2018年4月10日。